中国龙山，玄运张秋。在希望的田野上，由济南市章丘文旅发展有限公司冠名播出。你看这个晶莹剔透的，种种花，养养树。吃早饭啦！你这个大茶缸有点意思。这是二茶缸。你怎么是粉色的水呢？这个杯子有点发粉。哎，你越来越贤惠了啊！嚯！这小米是哪儿的？是他们这儿的吗？那必须是龙山小米。哦，好。这个小米啊，特别香。嗯。吃点东西嘛，对吧？哎呦呵，真好。哎，大家好，早上好。高书记。高书记啊，高书记，高书记来了。高书记你好。你好你好，吃的啥？哎，吃的包子，小米粥。您坐您坐您坐。好好好，坐坐坐坐坐。累不累啊？累，比想象中要累。你们这么累，想不想休息休息啊？想。我今天就想着给你们放一天假，休息一下。太好了。但是你们休息啊，我这里还有一个任务发配给你们。啊，我就说哪有那么容易。因为我们三剑溪啊，现在以前的时候一产二产，现在我们在三产上想做点文章。三产啥意思？三产就是旅游业呀、服务业呀、其他的第三产业啊。第三产业，我们章丘呢有一个后花园，是在垛庄镇，也是一个网红打卡地，民宿不错，那里的山水也挺好。你们呢，放松放松，去看看，体验体验。好，然后给我们做一个策划，你们要成为一个金牌策划师，把三剑溪的文旅产业打造一下。明白了，今天咱们是要去看一看咱们这边垛庄镇的这个民宿，对不对？然后咱们给他策划一下。对，说起这个民宿啊。这说起这个民宿，就不得不提一下我在《三全西暖》当中饰演的就是民宿女老板。对，今天晚上呢，入住36人，就餐7桌，人还太少了，没达到预期啊。那不是成赔本赚吆喝了吗？咱们辛辛苦苦投的钱，你不这么做呢，才是赔本赚吆喝。关键是啊，这装修费从哪儿出呢？哎，没关系，我来解决。所以我觉得今天如果说是民宿主题的话，那各位就是不好意思了啊，得心应手，没办法，我这边没有办法。我带了一个装备，并且呢还有一个大的装备，这是什么？摩托车。你先拿着。摩托车钥匙。下面我们去看看我配的装备是什么吧。好，走，先看看。走。这个给你拍拍。都是我的啊。接着拍拍。走，高书记。走。哇，怎么样？哇，我的天，太夸张了吧。不是摩托吗？摩托变房车了。那咱们上车看看。好，你可上车吧。那谢谢书记啊。好，那我们就不客气了啊。好，好吧，保证完成任务啊。放心啊。好嘞，那地址我已经发到群里了，注意安全，注意安全。拜拜书记。德江老师之前去过垛庄镇吗？没去过，我都没听说过。我来查一下吧。垛庄镇是山东省济南市章丘区的下辖镇，地处章丘区西南部。
是现在就有好多人不知道这个地儿。你看我在济南生活这么多年，我都不知道，所以咱们这次去肯定是给他好好宣传宣传。哎呦，同志们，我们到了，好像。这不就是那个，咱找那民宿吗？一起吧，民宿。这车进不去了是吗？这儿好像这房车进不去了。不是，那还有多远？咱得走多远啊？哎，我觉得这样吧，咱们就先走着，要是有老乡有车，咱们就搭个车。也行，你看前面有两辆车。三蹦子。大哥好，大哥你好，你好你好，我们想去那个一起吧民宿。好，上车吧，上车。您贵姓？免贵姓马，马清华。哎，小马哥，那是不是就是他呀？啊，是我是我。一起吧民宿，我们。哇，这就到了是不是？到了对呀、一起吧，我给你们拍一个，来拍一个，来三二一，哇，露天的，这个也太浪漫了吧。这是嫂子吧？好，你好，嫂子好。你好。一起吧民宿是马清华和妻子高元凤耗时两年建造的一家民宿。1998年，马清华在姑姑的介绍下认识了比他大4岁的妻子，至今相濡以沫24年，经历过创业的艰难与生活的重创。2018年，马清华查出结肠癌。妻子为照顾马清华辞去工作，回到家乡垛庄镇做起了民宿，让夫妻俩重新找到了生活的支点和事业的信心。夫妻俩患难与共，笑对人生坎坷，用一颗筑梦的心推动着垛庄镇民宿产业的发展，助力乡村振兴。小马哥，这个当时为什么想在这儿做民宿的？因为从小就这里长起来嘛，那时候我们小的时候经常上下边，这个下边有个百大崖水库嘛，经常来游泳啊，可以说就是从小的时候是光着屁股在这个水库边上长大的啊。所以说呢，从这个17岁出去以后吧，反正到了2018年，然后想着当时生了一场病。生病啊？什么病？当时是他肠出来了吗？结肠癌嘛。啊，2018年我记得是应该是2018年的春节，做完手术以后，我想，哎呦，不能再在外边玩了，不如就是回来呢，就说，哎，把自己的这个青春呢，在自己的家乡去做一番，就想把自己的力都使在自己的家乡上。哦，哎，那你这个民宿是从哪年开始？从2019年年初，因为我2018年年底做的手术嘛，那时候就是2019年正好要做化疗嘛，那时候。做了8期化疗，正好在这个阶段就建的主体。咱们这个木屋真的好看，我刚才一看见这个，好喜欢呀，太喜欢。这个设计是从哪儿来的？这灵感？这个是我和我大舅哥弄的，大舅哥是做装修的，他会木工，所有的这些都是他弄的。不是，那这个盖的时候是不是得需要图纸先设计一下？没有图纸。你们就直接就这样盖了啊？就是边盖边构思吗？对，所有的这些，包括我们就三角屋什么的，都没有，只是我俩就是碰撞了一下。我个人比较喜欢，就是这个木头，我觉得它比其他的材质吧，有温度。对，它不像其他的，你像石材什么的都冷冰冰的。你说的太好了，有温度，很温暖。饭好了，我们去拿。辛苦啊，都把这收一下吧，来。干点活，好好吃啊。冬瓜还是去火的呢，我最近有点上火。好甜啊！您坐，嫂子。小马哥，但我觉得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咱们这个
朵庄镇。你看我在济南都生活七八年了，之前可能都没听说过咱们这有民宿，所以我觉得这个对外宣传这块还是肯定得提上日程。我想就是我们明年吧，明年年初然后做一做，因为之前也没怎么收拾好嘛，别让人客人来了以后感觉，哎，一看你拍子这么好或者干嘛，来了以后一看不好，就等于像欺骗客人一样，那就干脆就没做。嗯，然后想这个把它收拾的自己看得差不多了，然后再去宣传一下。山东人的本质就是我要真的把它做得很好，我不让你觉得来说我骗你，对不对？不能只看表面的。对。章丘文旅提醒您，稍后更精彩。章丘文旅提醒您，节目正在继续。本节目由济南市章丘文旅发展有限公司冠名播出。本节目由章丘控股特约播出，投资章丘，共赢未来。本节目由唐和堂赞助播出，家庭用糖就用唐和堂。本节目由伊莱特股份赞助播出，为世界锻造绿色未来。我们就大家分配一下这个任务。行，咱们在分担之前呢，就我先说一下，作为民宿呢，就要提供最贴心的服务，让客人感到温暖，然后我们大家在服务的过程当中呢，如果服务满意了，客人会给我们一个小贴纸。金牌策划师任务一：民宿体验日，两队需要分成三组，分别体验民宿客房部、接待部、餐饮部的日常工作，用最贴心的服务获得客人的好评。最终好评更多的队伍将赢得下一项任务的优势条件。我看迎来送往啊，这个我看我比较合适啊。那我就负责食堂吧，因为他们俩不咋会做。那咱们俩就客房部吧。吃完饭以后我们就干起来了，开干，说干就干。对，老马呀，你是怎么想起来要做民宿呢？我一个农村人都感觉这里特别好，来了这里就不想走。然后我相信呢，就是在城市里边生活工作的人呢，他来了以后会更会喜欢这里，将来看能不能就是周边的邻居也是不是可以投入到里面。当大家一起去做的时候，会让更多的人知道并且喜欢这个地方。我觉得这个想法挺好的。这纯天然啊，纯天然的，一点都没有药啊，这个东西一洗就完事儿了，就能吃了是吧？对，当时做民宿的时候艰难吗？当年，刚做的时候都其实没觉得这个什么，没想到做起来以后挺难的。挺难的是吧？哎呀，万事开头难啊，到后边就好了。慢慢坚持吧。对对对。行了，就这些吧，那走吧，回去。走走。回去咱炖鸡去。就开始了哈。这入住之前都得换是吧？对。这得爬上去啊。对。这怎么爬，抱着东西。小心啊，你先把这要给我，然后你先上。你要不我递给你，递给我算了。你先上。我觉得你别上了，你递给我算了。潘大姐，你们每天好高。不行，好高。小心啊，你小心。不行，啪。又。哎呦天。来，你给我。不行，你太多了。不行。你给我。哇啊，这个就是那个仓库了，这是咱们放被子，都怎么拿？这是被罩。被罩。对。目前就这些了吗？就这些了。目前就这些了。你能拿行吗？可以。天，这怎么下去？我的天！哎，我的天！你先给我，我递给你，你下去之后我扔给你，好不好？太吓人了。天哪，趴着下啊，趴着下，对啊，太高了，转过来，我就这样转过来，这样能下，你这样，这样能下，真的吗？我先下，你好，你好，您是到民宿的是吧？啊，对，啊，我是搞接待的，您是马大哥，哎呦，等到您了，好嘞，快上车，好，快上车吧，好，来，让您久等了，没事，您给我，好，来，您坐，好嘞，那咱们就走吧，咱们走吧，
哎，这位先生，我看您一个人是？我们公司准备过段时间要举行团建，是吗？哎，然后我在网上看咱们这评价挺好，过来看一眼。那你算找对地方了，是吗？我们这个民宿客房不少，而且都非常有特点，这地方准大，你到那一看你就很喜欢。而且我们这个民宿呢，美食做的味道不错。那可来着，那行。这个关于吃这个，我是很关心这个。太好了，咱俩都一样。香味出来了。咱们要怎么打扫呢？这个地儿？哎，先铺上炕，先铺上床。这套被子有技巧吧？我有一个套被子的技巧，请展示。这不是这样子的吗？对吧？然后整体这样翻过来，一定要把这个角弄出来。你看，然后翻，对，然后这样就过来了，看见没有？是不是很棒？不错，我开过民宿就是不一样的，有点优秀哦。细节决定成败，咱们这儿可不是旅馆，是民宿，要有家的感觉，明白了吗？明白了。请大点声，明白了。这床就完了，睡了。哇，那一般铺完床，然后下一个是要干嘛？就从里边上外打扫。开始从厕所开始打扫。对。来这边，这边好。确实是不错，嗯，从这个窗户看，就你们网上的图片的那味道了。对，山上有羊哈。啊。哦。啊，这就是你说那个水库是吗？对对对，这儿能钓鱼。哦。这边还有木栈道的，可以过去走一走。嗯嗯。可以可以。您先休息一会儿，楼下有个小黑板。您要是对我们这个接待部啊哪儿有服务不周到有点意见呐、啊、什么的，您就写上。如果您要是非常满意呢，也千万别客气，有什么好的你就写上。成成，好嘞，好，您洗把脸。那我先休息会儿。好好好好，哎好，谢谢、啊，回见，回见，哎哎。握握手，07号走。我们这个房间呢，完全是木质的，上下两层。大家好，我们是希望队和田野队，到民宿来参观学习。今天又遇到了这么多游客，我们也非常高兴。我们今天分为三个部门，一个部门呢就是我们德江老师率领的这个接待部，他是接待部部长啊，邹部长，还有就是我们的餐饮部部长陶部长陶思源。最后就是大家入住的客房，就我和满满，我俩是这个客房部的这个部长和部长。邹老师，要不先请大家先吃点东西？对对、啊，先品尝一下。吃完了以后，咱们品尝一下再去打分。是是是，嗯，来吧，咱们就别客气了。开动吧，来。我吃这个。哎呦，这鸡炖的挺有味儿啊，太好吃了，好吃。大家觉得今天的这个饭菜口味还可以吗？很好。是这样的，我们呢今天是两个队伍嘛，我们是希望队，他们是田野队。一会儿发到每个人手上会有一个这个小贴纸、啊、这个就是贴到我们谁手上，说明您的那一票投给了我们啊。最后我们是要统计两队的总票数，给票的同时啊也会给一个这个小花啊鼓励一下，这个就是一个好评的满意度的一个小贴纸。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就交给各位了。
最后一票詹大哥，你要是投给我的话，我们队就胜利了啊，我也不会拒绝的。来，有请詹大哥。来，三二一，请投票。啊啊！好刺激！谢谢大哥，来抱抱抱抱抱抱抱！谢谢。其实有今天这样一种场景呢，就是确实，挺满意的。从内心是感觉挺知足的吧，算是。对，我看到小马嫂眼睛一直是红红的啊，因为这个创业的期间肯定是比较辛苦的，包括这个中间之前也是经历了一些事情，对吧？所以说也是希望通过我们这期节目能够让更多的观众朋友们了解到我们现在的新农村新乡村的这个发展，让更多的一些朋友可以来到我们的这些好玩绿水青山的地方来游玩，同时能够学到很多的东西，最重要的是能够放松自己的这个心情，感受到很多的一些就是不一样的人生体验吧。他还说有一个想法，联系周边的乡亲村民，共同致富，一块儿，来办这个民宿。我说这个想法太好了，到那个时候，希望大家呢再次来到我们这个一起吧。小马哥，小马嫂，咱们今天干点什么呢？我们这里任务就结束了。如果就是咱们还想就是了解我们多庄民宿的话，一定要去洛谷山居看一看。洛谷山居，对，他老板叫白文涛，他可是我们多庄镇民宿的第一人。我们多庄镇现在之所以称之为就是章丘的后花园呢，与这个白文涛白总有密不可分的关系。领头羊，那是咱们这个舵庄民宿文化的发起人。章丘文旅提醒您，稍后更精彩。章丘文旅提醒您，节目正在继续。本节目由济南市章丘文旅发展有限公司冠名播出。本节目由章丘控股特约播出，投资章丘，共赢未来。本节目由百脉泉酒业赞助播出，在济南喝泉城一号。本节目由龙山味道赞助播出，地道龙山贡米就选龙山味道。终于到了，热谷里野奢度假营地。哇，好地耶，这草地可以啊！哇，这好浪漫啊！这景色也太好了吧，从这儿看景好美啊！哇，这些山全是我的。请问一下，我们找白文涛，我就是白文涛。您呢？据我们了解，是章丘民宿的第一人，也是带头人。咱们热舞山居就是建立多少年了呀？你是哪一年开的这个民宿啊？我是12年建设，17年开业。刚开始的时候就是搞建设，一边找资料，一边带领老百姓搞建筑。那5年当中的家里人支持吗？家里人不支持，所有人都不支持。那当时压力大不大？压力还是蛮大的，因为毕竟那时候吧，我们北方对这个民宿的概念还比较模糊，所以消费民宿呢还是一种未知的市场。咱们舵庄镇那时候其实在咱们章丘算是非常穷的一个地方了，比较落后的区域。也就是说有了咱们这个民宿之后，咱整个的这个舵庄的产业也都跟着产业链都发展起来了，是吧？这个区域呢，十几年以前的时候全部都是荒山破房，都是一些比较荒废的区域。
就整个区域呢，在我们带动下呢，整个这种旅游啊、农产品这种销售啊，还有民宿业啊，都起到一定带动作用。其实呢，我的目的就是把我这项目做成功以后，让村里这些在外边打工的年轻人，让他们回来跟着我一起把这个民宿产业做大做强。哎，白总，我想问一下，咱们这若谷民宿一共有多少个房间呀？现在我们若谷山居目前有120间，我们分了6个住宿形式。若谷山居这个主楼呢，这里边就是我们像这种酒店式的民宿，这边有50来间。楼顶放的这是玻璃星空房，观星民宿。我们有15台房车，然后后边那个水泥管道艺术民宿，还有木屋民宿，还有这个帐篷民宿。哇，多种选择。那您是怎么想起就是做星空房的呢？因为我们这个区域呢是叫世界最美星空，曾经被美国地理杂志刊登过，就这个区域叫七星台，对不对？对对对，济南人都知道。你看，我们还老是去找哪是个观星星，其实就在我们家门口。对对对对对，而且这个星空房呢，是我自己的那种专利，就我们自己设计、自己制作，自己研发的项目。哎，那白总，我们刚刚在那个小马哥那儿，他说我们来这边做个策划。那这个具体的任务是啥呢？今天我们接待了一个诗人的一个团建活动，金牌策划师终极任务：团建主题策划。两队需要为10人的团建客人策划主题活动并落地执行，最终由他们投票选出更喜欢的一队，即摘得金牌策划师称号。获胜的队伍可以入住豪华星空房，失败队只能睡简易帐篷。昨天你们在一起吧体验的活动，获胜者优先选择场地的权利，还有优先选择时间段的这种权限。我们获胜了，我们希望队获胜了。那你们先选，我们先选。这样，我们要不要先看看这个场地，我们了解一下。走吧，白总。白总，咱们这边现在有多少员工啊？陆陆续续的有将近100人的这种用工。这个就是您说的水泥管民宿。水泥管的民宿，哎，住在这里挺有意思。你住过这种？没有，我见都没见过。我也见都没见过。我好想进去看看。哎，对了，白总，我们先时间段的话，你看我们选哪个时间段比较好？我说实话，我比较想选下午。我觉得还是晚上比较好。为啥呀？晚上我们可以搞一些篝火呀，可以搞一个晚会啊，可以弹唱啊，或者在这支个帐篷露露营啊，就是他在最美好的体验中结束的时候，对他的回忆是最印象深刻的。有道理，可以吧？你觉得这样行不行？可以可以，不错。那白总，刚才我们把时间段给确定好了，还有一个就是场地的选择，您给我们一个建议呗。上面呢还有2块草坪，那咱去看看，先看看那个。对，这块小草坪。哇，我要选这儿，元儿哥，咱就选这儿吧。对，这儿可以。就这儿行吧？行，你们安排吧。行，您先走，您先走。好的，好的。拜拜，白总。我觉得是这样，咱俩呢得换位思考。如果是咱们来到这个地方，我们想干什么？他们还是得体验一些在城里面或者在家里体验不到的项目，得让他们动起手来。而且其实公司做团建核心还是为了凝聚力嘛。对。作为老板，我做这个团建，我肯定是希望我的员工更加的有向心力，对，更加团结，得给他们一个安静的时间。对对对，得有这个时间。而且在这么一个大山大水的地方，大家更愿意去，就是安静下来，去把自己的心里话说出来。心声，那就暂定是傍晚，我们在这儿，在这搭个帐篷，在这等于露营一下。天一黑呢，我们就到那边，到那边看看吃饭、唱歌、烧烤。我觉得啊，既然团建，如果是我的话，我觉得就一定得玩起来。你接触这个年轻人比较多，你看看他们一般适合。啊，我想起来了，大象跑得快，他就这样，这就是学大象了。然后我就转完之后，他不就晕了吗？然后这个时候就从起点到终点，然后看谁跑得快。这个竞技这形式比较强是吧？对，这是竞技类吧？咱再来一个。考验他们默契类的。默契怎么？哎，
我想起来，我们小时候老那个跳绳，您跳吗？哦，跳绳我跳过，有一个人不行就跳不过去。对，有一个就不行，这是完全考验他默契程度。我看就这么办。哎，他们来了。白总。嗨。嗨，朋友们好。哇塞，全是俊男靓女啊，德江老师。哎呦，白总。啊，这就是咱们团建哈。对对，这样的，今天呢，我们给咱们团建呢想了一个主题，叫做“疯狂星期四”，就希望咱们今天嗨起来。我先跟大家说一下，大象跑得快。大象跑得快，十名参与者分成两队，每队五人，一人戴上眼罩代表本队参赛，另外四人场外指挥。开始后，参赛者先完成十圈大象鼻子转，之后向前走并穿过横杆。一轮定胜负，最先穿过横杆的参赛者所在队伍胜利，获胜队将得到嘉宾准备的礼品。预备，预备，转，转，一，二，三，四。哎呀，漂亮！哎呀，漂亮！哎呦，你有哥哥挺快啊！八九十，你可以走了，你可以走了。哦哦哦！往前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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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慢，可以往右，可以往右，慢慢慢，可以往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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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右。往前走，兄弟，走走走走，跟着我走，来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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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向了一下，我转，快走，快走，快走。行了吗？过了吗？没有没有，再来点。过了吗？过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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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了。哈哈哈哈！太快了吧，这也。好，这个刚才比赛已经分出胜负了 ，B 组获胜，来，是不是？在结果已经出来了嘛？是是。我们呢，偷偷呢为获胜的队伍准备了一点小礼物，想给大家一个小惊喜。那么现在呢，我就去准备一下我的小惊喜。哇，是不是应该表现得很惊喜？哇！谢谢，还有山楂呢。谢谢各位好朋友的捧场。是这样的啊，刚才也忘跟大家说了，其实呢，我们也是在希望田野上的那个田野推荐官，今天晚上嘛有一个投票，所以呢，我就希望各位晚上能给我们多多的投票。好，可以吗？来，先颁奖，当当当当。那咱们那个趁着大家的这个激情还在，咱们准备开始第二个吗？第二个名字叫做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力量。所有人站成一列进行团体跳绳，齐心协力的连续跳绳十个才算胜利，中途停顿或有成员漏跳都必须重新开始。来，准备了哈。好，准备，一二，走走。差一点，差一点啊，差一点，差一点，跳晚了，有点晚。跳的高的应该在两边，跳的低的在中间。雨洁，雨洁上中间，雨洁你上中间。好好好，高的来。准备开始，跳，跳。我建议大家跳的时候再稍微跳高一点，脚抬的再高一点。来，跳，哎，跳，哎。这回我知道哪儿问题，是甩的问题，接触那个地面啊太远了。中间打个结行吗？中间打两个结。再试一下哈，来。来，加油！来，一二三，开始！一、二、三、三，是蓝色衣服的小姐姐。没事没事，再来来来，已经又进步了。
来来，加油哈！来，一二三，开始！一，哎，哎，我游，我俩游。蒋璐哥来试一下，对。一二三，开始！一，来，一二三，开始！一，准备，一二三，开始！跳，跳，可以哈，很好。这个就有经验了，经验越来越多了。加油！来，加油！来，一二三，开始！一，二，三，一。这样吧，咱们那个确实挺难的，咱们再降低一下难度，五个，行吗？五个有信心吗？有。准备哈，来，我们加油吧，我们加油。加油！加油！加油！给自己加个油。我们争取一次通过哈，来，一二三，开始。一，加油！二，加油！三，加油！四。章丘文旅提醒您，稍后更精彩。章丘文旅提醒您，节目正在继续。本节目由济南市章丘文旅发展有限公司冠名播出。本节目由章丘控股特约播出，投资章丘，共赢未来。本节目由华侨城欢乐会赞助播出。本节目由济南市章丘区中医医院赞助播出。一，加油！二，加油！三。三，哇耶，哇耶，耶！张军，太厉害了！我就说你很优秀吧，为大家欢呼一下。好，你好，咱们成功了，你有什么感想吗？啊，非常不容易啊，体现了我们的协作精神，我们非常团结。对，无功不克。我们是一个团结的集体，我们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好，好，一、二、三、四。接下来时间，吃吃喝喝玩玩乐乐，交给我们组织好。小哥哥小姐姐们，咱们这边请。今天我们的主题呢是一个沉浸式的感受的这么一个系列，就搭一个帐篷，然后我们就去那边 happy。 我们给大家准备了篝火音乐会，篝火音乐 party。 那我们就开始吧。好，来开始。同志们下手吧，来，对，小马哥来指挥一下我们好不好？这边是顶了，应该是，这是顶，这是顶。心理协作，来，拉起来，拉起来那边。我来。来，行，放。来，好嘞，拉起来吧，啊，捞起来，来，拉起来，来拉，都拉。啊，我来。来。元儿哥，啊，这工作感觉对他们来说太简单了。哇！好，松手！大家也太快了吧！我真的没有想到这么快就达成了。张大哥，你太好了，你可以带你的员工们出来玩。我们平时都真的都比较累，选择一个比较合适的机会，能够出来放松一下，还是比较不错的。无论是跳大绳还是扎帐篷，我们就是一个团队的协作，真正的能够锻炼了我们的团队协作的精神。平时周末的时候都在休息，而我们基本上都在加班。周末的时候，经过这次活动出来，我们一起活动活动，运动运动。聊聊天说说话的挺好的。前面我们是在劳动在耕作的过程，后面呢我们今天晚上是搭帐篷在分享成果的一个过程。觉着就是在这样一个此情此景，还有我们这么多的小伙伴，我觉着特别的能够投入到自己放松的那种环境之中。
我看到大家都互相关心、互相帮忙的时候，我觉得这点是通过团建我看到的另一面。我们能够去团结协作的去跳绳，然后我们能够听指挥、听安排的去搭帐篷。我们这个大家庭是很有爱、很有温暖的一个家庭。真好。哎，白总，白总来了。哎，白总，欢迎白总。大家今天玩的还满意吧？特别满意。好，可以可以，不错了不错了，只要玩的开心就好。好，我觉得我们帐篷呢也搭完了，我的哥哥姐姐们呢都已经肚子饿饿了。这个篝火音乐美食呢都是我们这个希望队给大家安排的啊，给大家做好服务，做好服务。哎，这边请，这边请，这边请啊，我们去吃饭去啊，吃饭啊。来来，这边请，这边请啊！这里就是我们的篝火音乐会，是我们精心为大家准备的篝火音乐会。来，快坐，快坐，来，请坐，请坐，请坐，快坐。都饿了，刚干活，咱们先吃点东西，好吧？来，我们也很开心啊，邀请到了田野队的德江老师和满满一起见证我们胜利的果实啊，欢迎两位队员。看看你们到底服务的周到不周到。来自我们希望队的圆哥啊，给大家准备了非常精彩的节目，就想给大家表演一下。好，我们欢乐起来。歌曲串烧，歌曲串烧，来自希望队的陶思源，掌声鼓励。那是我日夜思念深深爱着的人啊，究竟我该如何表达？那边会唱的朋友一起唱，声音大点啊！怎么能有牵挂？青春没有青春了，下一首吧。我们的家乡在希望的田野上，炊烟在新建的竹筏上飘荡，小河在美丽的村庄荡荡荡。从今天下午一直到今天晚上，我们进行了跳绳，一直到今天晚上的篝火晚会，真的非常快乐。运动使我们快乐，运动使我们开心，运动使我们的感情不停的升温。是真的，年轻人的工作压力太大了，就是那个弦儿绷得都很紧。如果可以有那么一两天的时间可以团建，或者是可以跟家人朋友一起放纵一下，我觉得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在繁忙的工作当中让自己生活得更加快乐和幸福一些，这就是我们大家带来的这个团建的这个任务和一个小小的安排，希望你们会喜欢，谢谢。接下来又到了大家快要投票的时间了，是不是？我们的队员吧，根据你们的这种感受，把你投的那一票呢，站在你的相应的这个队伍后边。我们四个人一起闭眼哈，来准备，三、二、一，开始。投完了，回头。六名，那明显胜出，荣获若谷山居金牌策划师称号，恭喜田野队。好，失败方呢，我们有那个帐篷。哇，超简易帐篷。我们还有星空房的奖励。今天的团建它很热闹，他们一走了我们好像有一点空落落，但是可是白总在，我们还是挺高兴。若谷山，哎呀哎呀，小马哥，小马嫂，哎呀，嫂子嫂子嫂子，哎呦，来来来，加椅子，来来来，拿椅子，来来来，正好我们现在举行家庭会议。但我想对白总说的是，如果说您能够把一些好的经验分享给小马哥小马嫂这样的新的一个民宿主，带动着大家共同富裕起来。我一直在就做这项工作，通过做民宿能够
一个是自己赚的钱，同时呢能够带动周边老百姓，大家都能够通过民宿这个产业呢能够达到收益，能够带动我们整个区域的产业发展，这是我就做民宿的一个目的。现在我们村子里边很多都在相继的开始开民宿，他们一开始呢由这种就是农家乐的状态，慢慢的向这个民宿的1.0啊，慢慢的向这个高端的进行转变。这种过程呢还需要我们这些做得早的民宿主人多给他们提供一些这些帮助啊，经营的理念、服务的这种流程啊、管理的模式啊，多向他们去输出。接下来呢到了我们今天家庭会议最重要的时刻了，就是要颁发希望的种子。哦、oh, okay. 好，裴阳老师，哎，谢谢总。好，把我们舵庄的民宿这颗希望的种子撒遍全国，希望就是通过我们在希望田园这个栏目，把我们舵庄的这些民宿啊、旅游产业、啊、能够也带向全国。是要寻找四位推广章丘味道的杰出青年，葱王马上就要产生了，就是我们的这根儿，它名字叫做葱王。梅子像朵花，把你带回家。我爱梅子，但我更爱你。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四季有鲜葱，天天有新葱，我们终于实现了章丘大葱的四季种植。创业非常难，这两年期间，一共出了5次交通事故。换了3条轮胎，1个挡风玻璃。我们龙山树莓从无到有，树莓产业发展成为致富我们当地农户的主导农业板块。作为一名青年创业者，我也将积极地发挥我们示范的带动作用，在广袤的乡村热土上挥洒汗水，奉献青春。